这个灯区我们这个灯叫一定成功，这个主题灯是以妈祖来呈现，我们在设计的方面我们是妈祖为主，当然旁边有两座千里眼顺风耳，是我们特别在底下 设了一个城门，在展演 过后我们会打开，慢慢的打开，从上面是平安门，到后门是成功门，不代表我们从平安门进去通往成功的大道。我希望每个到达到这次到达我们灯区到这个一定成功灯区的时候，希望能在妈祖那一种庄严还有那一种那个心灵音乐的那种氛围下，我们能够去感受这种庄严而又心灵感动的这种氛围，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